中埔乡中山国小今仔日举办图书馆中山书房启用典礼，图书馆征收的经费是由杰出校友、台南市政府消防局长李明峰以及家长西组会会长叶耀金合招各界捐款，总共募得278万进行改革。典礼邀请到馆长翁正良以及企业赞助代表出席，由翁馆长颁发感谢状，随后告别正式启用。馆长翁正良就表示，学校透过教育培育真多优秀的校友，校友出社会了后，就有能力回馈母校，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图书馆是真好的空间，每一本册拢是一个世界，让囡仔透过册来学习各种知识，看见作者的成长经历，进而充实囡仔的自我涵养。我们中山国小的校友李明峰。李局长，他现在在台南市当消防局局长啊。那看到学校虽然整个新建筑已经起来了，但是图书馆的部分可能还有需要再强化啊。那所以他就召集了他一些好朋友，那一起来赞助协助，把这个地方弄得更好啊。所以我想每一个校友他都有他的资源，那每一个校友都跟整个学校有几代的连结关系跟情感，那所以非常谢谢。那李局长，那还非常的念旧，还有情感，然后对于整个学校的关心。那虽然他现在台南市上班，但是还是关心整个九郎我们中山国小。那所以在这边谢谢他召集的这么多的企业家，一起把学校最重要的心脏图书馆把它弄好。那我们希望小朋友会因为这样子而得利，那让这边有更多优秀的校友可以出现。好，今天很开心哦，来参加中山国小的中山书房启用，我是这里的校友，我非常感谢这个各界的企业家的协助，来赞助我们中山书房的相关的里面的一些硬体设施，那整个学校在翁县长的大力支持下改建的美轮美奂。我们也要代表我们所有的校友，非常感谢翁县长对母校的支持。李明峰表示，就算是毕业多年，过去嘛也是常常陪着阿妈，回来到中山国小来散步。最近听闻学校内部空间有建设需求，就随来开始募款，感谢各界的慷慨，让中山书房顺利落成，为校园增设舒适的读书空间。让册本丰富囡仔的心灵。4, 3, 2, 1, 新新闻整理，成中埔乡彩虹报道。那个波浪，我的浪下。其他嘉义县大概就是在怎么样把一个农业县转型为一个农工大县。农业的部分呢，我们重点是在青壮农，所以我们特别创立了国本学堂，不管是农业也好，畜牧业也好，养殖业也好，要有科技的智慧，扩大育成力，包括它的良率。除了训练出嘉义的农业的先锋部队以外啊，嘉义县政府创造一个嘉义优先的品牌，去帮助我们的农民行销他们的产品。大家知道台湾现在已经变成国际分工里面高科技产品的代工厂，所以我们现在有6个产业园区可以跟台湾的科技链做整个链接，带动区域性的发展，也可以带动就业。我想嘉义县主要是一个改变跟转型，让嘉义人开始对未来有梦想，开始在想象这块土地充满了活力跟想象力。我想这才是整个嘉义最可贵的发展。